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看到的世界也许只是我们感官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，就像盲人摸象，我们所定义的真实也许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角。今年有一个叫 Sun-i Atlas 的星际访客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好奇，它来自太阳系之外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有人说它是普通彗星，也有人猜它可能是一种外星飞船。首先，它的入射速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彗星，科学家猜测它接近太阳的速度，而且已经超出了太阳系逃逸速度的数倍，这就意味着太阳根本留不住它。更奇怪的是，它的路径几乎精准地掠过了火星、金星甚至木星这几个行星的轨道，而这些行星恰好都能提供引力助推，这让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大胆的假设，它的飞行路线看起来好像是被精心计算过，而不是随机的。哈佛天体物理学家提出过这样的观点，如果有一种文明想以最低能耗探索恒星系统，这样的轨道是最聪明的方式。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观测到 Sun-i Atlas 的尾部主要由二氧化碳组成，比例高达8:1，远高于普通彗星中的水汽占主导的规律，同时还混有一系列罕见的一氧化物与硫化物，换句话说，它释放的气体更像是助推器的排放物，而不是自然蒸发的冰。此外，它的亮度波动异常稳定，彗星在接近太阳时通常会剧烈闪烁，而 Sun-i Atlas 却维持平稳，有天文爱好者戏称就像有人在调节它的能量输出。最新影像显示 Sun-i Atlas 的彗尾在持续增长，尘埃结构均匀，色温变化缓慢，不像自然碎裂，反而像是精准的控制释放。有一种推测认为，这颗彗星可能外层包裹着冰与尘埃，而内部却藏着一个金属的结构体，这种伪装层的外壳就像是隐形的太空飞行器，听上去是不是很离谱？但别忘了，宇宙中第一颗确认的星际天体奥姆姆也曾因为没有彗尾却能加速，被科学家怀疑是否是外星飞船。咱们聊了以上那么多内容，其实我更在意的问题是，如果它真的代表了外星的智慧生命，那我们能否看得懂它？或者说，我们所谓的理解其实也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感知框架里而已。我们就拿地球上的生命来说，螳螂虾能看到16种颜色，我们却只能看到3种。它能看到的世界也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色彩风暴。章鱼有3颗心脏、9颗大脑，甚至还会做梦。而那种名叫水熊虫的微生物还能在真空、极寒、辐射甚至太空环境里存活下来。这意味着在自然法则里，我们以为的生命极限在别的生物身上也许只是日常。还有裸鼹鼠，它不会老，几乎也从来不会生病。墨西哥的盾口鼋永远保持幼体形态，甚至还能再生大脑和脊椎。这些物种仿佛都在提醒我们，也许自然规律都只是我们能理解的那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认为的现实也许根本就不是唯一版本。我们最信任的科学其实也经常让人怀疑人生，像量子纠缠告诉我们，两颗粒子可以相隔光年，却仍能瞬间影响彼此。双缝实验里揭示，粒子一旦被观察时，行为就会发生改变，就像这个世界会因为被看见而不同。还有超流骸，它甚至可以逆重力沿着容器壁爬上去，中微子每天穿过你的身体1000000次，而你完全没有感觉。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，所谓物理的边界其实只是我们理解的边界。就像黑洞的信息悖论那样，信息看似被吞噬殆尽，但量子理论却说它从未消失。听起来很荒谬，但也许这才是真实。再看看我们自己，人类的大脑可能比宇宙还神秘。在分裂脑实验中，科学家把大脑左右半球分开后，一个身体里竟然出现2个独立的意识，他们共享同一个身体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。安慰剂效应告诉我们，信念可以改变生理，假的药也能让身体恢复健康。而梦境更夸张，你在梦里的逻辑清晰，情绪真实，痛觉存在，但醒来以后一切都消失殆尽。那你能说梦境不真实吗？或者说我们现在是清醒的吗？会不会我们现在也只是在另一种梦境里呢？当我们抬起头仰望那片看似无尽的星空，一切都开始变得无法理解。中子星连一勺物质甚至比整个珠穆朗玛峰的重量还重，黑洞能吞噬光，连时间也会在它面前弯曲，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真实世界却只占宇宙物质的 5%， 剩下的 95% 叫暗物质。我们无法看到它们，但它们却决定了整个宇宙的命运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所谓的现实其实只是宇宙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小部分。也许我们看到的每一束光，每一次日出，都只是宇宙投射给人类意识的一层界面，而真相就藏在我们无法感知的那 95% 里面。当我们看到 Sun-i Atlas 这样的星际访客时，我们总想着用人类的语言去解释它的轨道、速度、反光、成分，但也许它根本不需要我们的理解，或者说它存在的方式超出了我们认知的频率。人类看世界的方式就像蚂蚁看城市、鲸鱼看海洋一样有限，但我们都自以为看到的是全部。
所以桑埃埃特拉斯究竟是什么？是一颗奇特的彗星，还是一艘藏在冰层下面的星际飞船？至少目前没有人能确定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更大的事实：我们看到的世界从来不是全部的世界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咱们下期再见。